安尼咱传出了的，等咱的囝孙仔回来，互咱规路传去吼。啊，毋过咱服务咱遮的家庭，咱阿嬷吼，我讲吼，老师啊，之前你分享我迄个康宝玉米浓汤吼，我较早一鼎煮一包，遮吼伊就听着真好。哎，啊，你们没有好好弄年菜吗？啊，你们关心这些小朋友，应该要准备年菜给他们吃啊。家庭吼，我感觉这个年底这个过节吼，对于足侪家庭来讲是一个压力啦。啊，有一个机会，拄好阮有拄到一个迄个台中的迄个大理有一间凯嘉企业有限公司的张总经理，伊知影这个消息了吼，啊，伊愿意招伊的朋友，食品界的朋友吼，啊，大家做伙来提供阮 YMC 的关怀，即个家庭的囡仔。啊，会当互因伫年节时有年菜通食啦吼，啊，所以招17间的食品业公司，啊，提供200份的年菜，互阮 YMC 咧关怀的这个家庭，互因伫大年夜时会当享用。啊，这17间的公司吼，有包括真济吼，包括有啊小五国际、通益食品、果丰食品、宏康食品、宝钻食品、上益食品、嘉达商业。嘉南新明茶、捷成公司、六扇门公司、澎湖蒋美、蒋美港海鲜、万金国际投资公司，啊，还有张三娜小姐、陈建龙先生、张玉环小姐、蔡义生先生、陈建礼先生，这17个单位吼，因提供200份的年菜，啊，这个年菜有包括四菜一汤吼，真丰盛啦吼，包括有鸭肉米糕、有小卷粉丝啊有。黑胡椒肉排、大波鸡蒸鱼，啊，阁有一个砂锅鱼头，所以会当让每一个家庭拢有一个真好的年夜饭的享用吼。啊，伫疫情的期间，其实恁的食品公司因也毋是真好过啦吼，但是因愿意安尼，大家做伙共享盛举吼，来提供这个弱势家庭，让因会当享受到咱台湾社会的温暖吼，这是真令人感动的事情吼。啊，我相信这个正能量会当。我这个在这辛苦家庭长大，这个囡仔吼，除了拥有温暖以外，伊嘛会当学习到搁较侪感恩啊，搁较侪这个奉献的精神。大哥大姐都真好，恭喜那个老师哈。好，那我们看。好，那我们再请大家，我们再暂停一列，让我们的记者这边来取得。